这个马祖最大的神明，是伊号的玉山马祖的。小丁嘛，但是我都爱偷猎龟，因为这个船行到龟海，这也不是歹产食。这只船是我后尾坐的第二只船，八九年就坐八九年。啊，是这种个经济较无通好，哪种个从黄去偷，佮无够门钱变无啥出来。啊，最近啊，我食着个。用个土海，用个什么代志蛮拄着，用个代志连不了的，二十几用蛮拄着。像我来说，就连啊靠黄温就无去，无黄温就去。即阮逐日二十四小时收黄的，就是阮是输了，阮是点点钟就是叫做收黄，收发什么黄？唔是说随便要失去就失去，对啊，就收黄去失去。所以危险之间，中阮本身存着就气候个有啊嘞。所以这你也得为工人的安全设想，也不是你家的设想。有时咧变天气的产量会加真歹，有变东北风变西南风，再变歹。所以这人说消沿起山的这地方，沿起海一个意思。所以这今日有可能就你，满载面咧，讲到你无够本钱能动，所以说是人投海。投海。啊，英国的。